我第一非常多谢我太太今日出席我呢个历史时刻嘅一天重要嘅一个活动。我系非常感谢我太太喺多年嚟因为我好多时只顾工作时间的确系比佢哋少咗好多，但系咧佢真系好尽心尽力咁帮我照顾屋企，我系非常感谢佢嘅。今日亦都借住母亲节咧去感谢所有嘅母亲点解我强调选举系我个人嘅事？我希望纵然家人好支持我，我都冇要求佢哋参与我嘅选举啦。香港的确系稳定下来，但系亦都潜伏住一啲继续系破坏香港嘅力量嘅，所以我有非常艰巨嘅工作要做我希望佢哋唔需要因为我嘅工作而有所影响或者顾虑。我相信呢个系每一个家庭嘅爸爸或者丈夫都会做嘅同一件事，我就系等同香港所有嘅丈夫同埋爸爸做紧嘅事啫，都系爱自己嘅家人，都系爱自己嘅太太嘅。